一些基本的一些步骤吧，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就简单讲一下，然后之后呢，可能会一个演示，可能会画一张冬天的一个小镇里边的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随时提出来，然后我看到的话，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些回复。OK，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然后一开始吧，我就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绘画的步骤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咱们一步一步的往下去深入。然后这个绘画的话，我一开始可能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透视的这个东西。怎么画画吧？就是一开始一定要把透视画的准一点。诶，这是什么情况？那个调一下。对，这样好了。所以咱们画画的话，是一开始一定要，就是说，咱们新人的话，一定要多打一些辅助线。这个毛病可真多。一开始先画一个地平线，对吧？我们一开始画，一定要画一个地平线，这是你这幅画的这个根本。所以说，一切东西啊，都是在这上面来的。然后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透视分几种？透视的话，分为简单来概括的话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一点透视，第二种是2点透视，然后第三种是3点透视。然后这次的话，给大家画的简单的画一下，就带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对吧？咱们在这个交织点上延伸出来一点线，然后呢，在这个物体啊，就是在这些参考线上，最好把它的位置啊定在这些参考线上，这样画起来的话会比较准。就是说，大家如果画一点科幻什么的那些图啊，就是说尽量啊让它这个建筑啊什么的，就是说附着在这个参考线上去画。当然它也可能存在说这种对吧？这种只在这个面上跟这个有一个倾角，但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利于你这个空间表现，所以说也是需要注意的。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点透视。一点透视的话，其实就这么一个方向，纵深方向这么一个透视。它主要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近大远小。根据透视线走。而且这个的话，可能一般是用于画一些风景啊，对吧？画一些那种场景比较大的，你就可以把它简单的概括成那个一点透视。然后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讲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啊，然后接下来是两点透视。两点透视的话呢，它这个地平线是不变的，是吧？然后它这儿可能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消失点，两个点，对。公里是吧？那这时候咱们注意到，它这边上面这些，对吧？这两个方向的透视线啊，相交。啊，然后这时候你画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可能同样是这个东西，你可能角度稍微转过去一点，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横向上面也会有一个透视的变化。对吧？也是根据咱们这个透视线走。可以用加一点颜色，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些体块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两点透视。然后接下来的话，说一说咱们这个三点透视。三点透视的话，其实是咱们就是说，画东西吧，我觉得画三点透视可能更加容易出效果一点，就是说它那个视觉冲击力啊，会更加强一点，可能。有时候用那个广角镜头拍出来那个东西，就有一点那种感觉，它那个视觉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两个是不变的。然后这时候呢，咱们注意，可能它这个在顶上还有一个消失点。当然的话，可能因为在天顶，它可能比较高，所以的话就是可能看不见。啊，它延伸下来的线条呢也是有，对吧？根据透视也是会产生一些变化。然后这时候在画面里就可以，出现这样的一种效果，就是说你不光是横向的上面都上面有变化，它那个纵向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就看起来可能这儿的房子会往这儿倒，然后这儿的房子会，对吧？往左倒一点。看来他这个转折面也是得跟着咱们这个测试线来的。对吧？这个就是关于透视的一些比较简单的点。当然说了，你如果是一个俯视一点的角度的话，它那个线可能就是会往下走，对吧？往下走，那往下走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简单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把这个给接到了。对吧？可能是这样的。然后说大家平时如果要画一点建筑类的，或者是科幻的话，可以就是说试一下去用咱们这个三点透视，尤其是画科幻的，你就如果画三点透视的话，它出来那种感觉，比较有力的。然后透视的话，就简单的讲到这里。接下来的话，就是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个绘画的一个总体的步骤，当然说也是那个找一个小例子吧，因为说如果说是画一张完整的图，可能是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可能就画一个，我想想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以此为例，就讲一下咱们整张画是怎么去深入。这个咱们就讲一个小房子吧，好吧，讲一个小房子。小房子也一样，画的时候也是让它处在这个透视当中。对吧？它上面这些门啊、窗啊什么的，其实都是要跟着它这个透视来的。这一步其实就是所谓的起稿，是吗？我们可以把它设计的稍微复杂一点，就是有的同学可能画房子啊、画建筑什么的，可能就是说把体块啊想的有点简单，就是可能画了一个方盒子，对吧？然后就待在那儿，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深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试着给它这个剪影啊做一些变化，对吧？你可能一开始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画一个什么，所以你可以自由一点的随便勾一下，
随便勾一下，就是说别太激进，随便勾一下，然后可以先设计一下，我们就用黑白来设计，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画什么的时候，你得先设计，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直接上色，先用咱们黑白关系简单处理，可以明确了啊，然后具体这里面是什么，然后你再接着往里画就可以用颜色。那一开始的话，我推荐大家还是啊用一下咱们这个黑白关系。然后你就试着从这些点影的这些形态里面发现一点什么东西吧。对吧，然后就是慢慢的去调整它。这样的话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像那个中东那边的一些小房子。哎，现在你们那个声音能听见吗？这边已经显示是调的最大了。然后你设计东西的时候吧，就说你周围的一些东西啊，其实也是可以带出来的，就说这样的话会让你整个画面看起来更统一，然后说也是会增加一点气氛，看起来会比较有意思一点。我们这儿的话给它设计一个二楼，光影的话也可以稍微做一做，对吧？包括你这个整体受光，假设的话是从这儿来，对吧？这儿受光，那这儿的话就是整个处在一个暗里，所以说你画的时候吧，就可以简单的处理一下。还有一点这个喷枪是吧，软一点的画笔，简单的画一下。它这个顶上可能还有一个棚，
就想办法吧，让它这个结构啊变得更加丰富一点。就是这些直线的地方可以稍微给它扩一扩，它可能中间缺了一块，对吧？都是可以。然后一楼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柱子。画起来也可以稍微松动一点，这一步的话其实并不需要太拘谨。投影也是。然后它这个房子边上可能有一点小水缸啊，对吧？他们的那些生活用品，都可以简单的画一下。这边的话，可以给它开一个门。画画吧，就一开始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形状，就是说你不停的在这些基本的形状里边吧，去寻找一些变化，不停的去深入，对吧？不停的找这些细的结构的转折。其实有的人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总是不细，对吧？总是不知道怎么去刻画细节。其实这些细节吧，最出效果的地方还是说你那些转折的地就是说。你可以给它试着多加一点结构上的变化，然后这样的话，你每个地方可能花的力气都不用大，但是最后看出来还是，比较有效果。尽量让它这个结构吧，去变得更加的丰富。加小尖，这块也可能有点细，都可以简单的画。可以把它设计的像一个报亭之类的东西。台子上也可以找一点这样。比如说这个东西，单独这一块，你可以把它设定成是一个木质结构，然后说这个整体的墙外围什么的，可以把它设计成是石材，是吧？
所以说材质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一个东西上面材质啊越丰富，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看起来可能会越好看，也越容易出效果。就是说有的同学可能画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画一个石壁是吧，你石壁上全是石头的话，可能就是第一个就很考验你这个绘画功底，就是说你可能得花很大的力气在这个刻画石壁上面啊。然后说如果你在上面加一点藤蔓对吧，或者它那个石缝里边加一点草，加一点不一样的材质对吧，颜色，然后这时候呢就很容易就出效果，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很生动。其实说白了吧，这个也是观察生活，就是说其实生活当中它有些东西那个材质往往没那么单一是吧，都是说不同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形体啊，各种各样的材质组合在一起。咱们其实做影视的话呢，是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得学会啊，从生活当中啊，从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啊，去提炼一些好的东西。因为影视的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画的要真实是吗，要真实怎么办呢，你就得平时啊多上网找一点好的素材图啊，然后说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吧多积累一点，就是说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啊也可以自己脑子里使劲记一下对吧，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有什么好的东西，或者你网上看到什么好的图片，你稍微存一下，然后说你下次啊可以用到你自己的创作当中去。然后我的话其实差不多到这一步吧，我就可以直接叠色，或者说直接拿颜色往上面盖。就说有的同学如果还是不太想再做细一点，其实也是可以，就说把这上面这些纹样啊然后每个窗户啊什么具体的位置啊什么都交代出来，其实也是可以。我的话今天就直接往上叠一点颜色吧。画画的时候也是尽量的沉下心来。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画画的时候应该是。然后吧，可以别画那么快，慢慢画。落笔的话就是轻松一点，随意一点，你整体的东西大概脑子里有个印象其实就可以了。一开始的话其实不用抠得太死对吧，你比如这个窗户，你如果把它这个纹样什么一开始抠死了，你最后发现它跟这个整体的建筑不太搭调对吧，那样还得去改它，然后也很费劲，那样的话其实是挺得不偿失的。你还不如一开始轻松一点，然后整体的一步一步的往里深入，这样的话可能最后出来的效果又整体，然后看上去整个画面又松动，然后它这个细节还会精彩对吧。这里就给它稍微加一点淡淡的天空，
行存疑的。上次动画片画到最后土崩了，这次先存疑，比较怕这个。然后这儿的话是一个偏土的一个调子，就说也是可以衬托一下这个房子这个黄。我打算把这个房子画的稍微偏黄绿一点，然后相应的话它的地面啊就可以稍微偏土一点，就说土色是吧？稍微衬一下，大家画东西也是可以，就是说用一些这种。色彩的这种互补啊，什么这些关系，同类色什么的，可以经常用一下。声音闷了点，可能我今天嗓子不太好，可能，所以我说话不能太大声，现在。没事，大家就看我画就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可以去找进一步的这些色彩变化，也可以稍微叠一叠。可以把暗部设定的稍微偏绿一点，然后亮部。让它颜色稍微暖一点，偏黄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冷暖关系了。这个小房子你也可以把它设计的偏绿一点，当然也别太绝对，就是说一开始找颜色变化什么的，别做得太死了。你看到就是说我上色啊什么的，用的这种绿，包括这种红，对吧？都是说一个比较灰的一个调子，因为一开始如果。太确定的话，就是说也是说后期想改，它那个颜色本身会跳出来，那个其实挺麻烦的，挺不好改，可能就淡淡的先这么抹一下。接下来刻画的话，可以找一些比较适合刻画的笔刷，比如这个，就有它，等我一下。好，比如这个笔刷，对吧？把它缩小。你看它这个画起来，然后还挺有棱角的，然后说上面的话还自带一些肌理，这种深浅变化的话，如果控制的好，出来那个效果也是挺理想的。我的话其实就经常用这个笔来进行刻画，这时候的话，你上面这些。窗户啊什么的就可以稍微找一下。对吧，稍微调整一下问题。
它那个底下可能有一轮一轮的那种木头架子支撑它。当然你暗部的话稍微画一画就可以，不用画那么细，让咱们这个细节啊都尽量的保持在它这个亮度，对吧？它可能正门这儿会有两级台阶，一方面的话是更合理一点，然后另一方面是比较好看，对吧？找一些细的结构就容易好看。找一点颜色变化，这是第二层的吧？它第三层可能也只有一些小房间，然后咱们这一层的话，可以把这个窗户啊设计的稍微小一点。当然啊，19号笔也是个挺好的选择。19号笔有时候铺一下也挺好的，铺一下整体这个颜色。这边窗户小了的话，跟这儿可能有对比，然后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活一点。这也是。给他开两个小窗户，地面也可以稍微画一下。还有一个小石块，对吧？可能下过雨，有马车什么从前面经过，然后在地上可能留下了一点印，然后天气一放晴，它可能就会地上坑坑洼洼的。门口还是要有几根柱子，
设计的话，其实可以把它设计成是那种，有点泛白的那种木头，时间长了，对吧？漆也掉了，剩下就那种比较暗淡的那种木头颜色。近大远小，近疏远密，对吧？远处的可能会更加密一点，近处的话稍微疏一点。根部可以稍微重一点。我们这个亮度给它稍微提一提。啊，大家看到，就是说你要画这种细的东西，其实也可以用一下这个选区工具。选一个稍微偏紫一点的颜色。没有一些，比较淡的纹理，如果你觉得太重了、太过了，你也可以擦掉一点。反正看这个样子的话，这个房子可能也是有一定年头的，对吧？可能不会那么新。大家画东西也是，就是说。画房屋啊，什么这些东西，你可以适当的给它做一下旧，不用画的那么风光瓦亮，就是说新的，不用画的那颜色什么都很鲜艳。你有漆的地方可以让它稍微褪掉一点，对吧？这样就会有一点那种斑驳感。然后有的地方破损啦，墙上，然后。有一些缝，对吧？有一些裂缝，然后或者别的东西。然后吧，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它这个顶可能其实面积没那么大。
这里大概也是要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对吧？这样看起来可能就稍微会舒服一点。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都，打字打下来，然后我可以看一下，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稍微解答一下。声音特别刺耳。这样好点吗？我的笔刷的话，在那个在群里边，咱们那个六到七 G 的群，然后一会儿的话，我也会把群号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传到群文件里边。然后其实大家自己网上也可以下到，这个其实就是比较基本的，CM 的。简体雄狮的地方，我把它混一块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应付大部分的东西已经足够了，这些笔，而且吧，可能有很多笔都用不上。来个偏严厉一点的，然后这边是木。木头的话呢，可能就，有的颜色，它固有色的话，可能稍微深一点，就可以把它画的稍微重一点。包括它这个屋里的，对吧？你可以给它稍微压重一点。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那怎么加快一点？然后那个小镇的那个完整的场景的话，我觉得放在下一节课也可以。这节课咱就画一下这个房子吧。这样的话，可以给它稍微铺一点稻草。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可能一些材质，对吧？你画的时候，
效果不是太好，你可以找一些照片是吧？然后往上调一下那个图层属性叠上去，你比如调叠加呀，或者分片叠底是吧？调一下，然后吧再调一下透明度，让它跟整个这个环境啊融合在一起，看起来不要那么跳。所以说咱们可能对于初学的同学来说是尽量还是以画为主，就是说一开始吧打一打底子，就是说把底子打好一点的话，就是尽量的能画就多画。然后说可能有的同学到后期还要实战对吧，包括像咱们工作当中可能就不是纯画那么简单了。因为纯画的话实在是比较费时间啊，你如果用一些素材，然后包括用一些好的笔刷，那样的话会很容易的就出效果，非常快，然后效果又好。但是大家练习的时候吧，还是说能不贴就不贴，自己尽量用笔来画。然后说可能有时候临摹照片什么的也没错对吧，临摹完然后自己可以再记一下，就是说背一下，可以再默一张，换一个题材啊，换一个角度，可以自己再默一下，加深一下记忆。我们还是比较提倡原创的，是吧？原创的东西才是说真正属于你的，就是说你真正学到手的原创的东西。啊，你比如画照片什么的，啊，那有的人真的是可以画的特别好，跟照片一模一样。但是说你让他创作呢，创作可能就不行。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创作能力啊也一定要跟上。对的，然后咱们这时候开始压一下它这个暗部的一些调子。也是可以试着用一用不一样的笔刷。然后说像这种转折的地方，这个亮部暗部啊可以稍微卡一下，卡得重一点。就说离你近的地方也是，离你近的地方它这个颜色可能是要稍微的重一点。像这种单体练习的话，其实对咱们这个影视概念是帮助比较大的。
因为其实影视跟咱们这个，或者说是游戏啊，或者说是插画啊什么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前提是保证你这个设计，就是说你这个设计一定要好，一定要精致，然后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才是你的这个画面。就说你自己如果创作的话，当然是画面是第一位。但因为电影的话，其实咱们概念设计也是服务于它整体的这个项目。或者说你电影画面最后出来肯定是很真实，对吧？然后那些东西其实也用不着你画，有摄影师就能搞定。那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你这个设计。当然，画面也很重要。画面的话呢，就是说可以给他们这个后期啊，然后包括搭景的一些施工人员啊，你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真实可信的视觉参考。啊，然后这样的话，他们搭起来可能就会更加简单一点，更加准。所以说，咱们这概念设计师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你如果最后搭景了，最后三维什么的实现的好，对吧？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设计在这个电影里边最终呈现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到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开心的。比如那个《三打白骨精》，对吧？这回，因为我之前那个《大闹天宫》啊，其实也做了，但是大闹的话，我是多做了一些后期什么。但这回《三打》，我是从一开始设计什么就一直跟着，对吧？然后里边那些设计的场景，最后你看到他真的在电影里边实现出来了，然后当时还是感觉还挺兴奋的。像我做绝技的时候也是画了很多这种房子，单体的那些设计，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绝技里边有一个叫雷恩城，是吧？有一个雷恩城，然后里边的话有很多中世纪的那些建筑，画那个房子也是每天画一排房子。像那种的图的话，可能是以这个平面图的这种形式为主，就是这样啊。比如这是正面，对吧？然后它的侧面是什么样的？画这种图比较多。这个其实也挺练你的设计的，就是说你画正面的时候，你就稍带着想一点它的这个侧面，包括说，最终啊，这个从哪个角度啊，看上去啊，这个房子啊，都要有看头，是吧？所以这时候你就得它在它这个四面八方各个角度，你都得加一点结构。这样的话，你保证，因为它那个镜头是运动的，所以说你得保证它镜头跟到哪儿都得有东西看，包括这个道具啊什么的，对吧？你四周都得放一点，所以说就是说，咱们电影跟这个平时画画还是有区别的，就是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要想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多。你就想，你要画一个房子尚且如此，你要是画一个场景，对吧？可能你要画一个城。
群里边有好多房子。你就知道这个有，就有挑战了。然后这个窗户上可以再给它加一点这种小窗户板。遮光板的，对吧？它可能这么一支起来的一个小棚子。因为这可能是古代建筑，古代建筑它那时候没有玻璃。没有玻璃怎么办呢？可能就靠一点这种小木板，然后把这个一撤下，它就给盖住了，可能中间这个盖住了，对吧？大家就是多从照片里边去找一点素材，找一点它这个设计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设计点。可能你自己画，你就不会想到，对吧？然后这个投影也是，你就得考虑它这个投影这个问题。投影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出效果的一种东西，有的话你看着怎么看都别扭。你投影一加，对吧？暗部一概括，它立马那个体积感什么就出来了。我这个图的话，不能放太大，一放大就容易卡，因为电脑不太行。有时候我就看视频，然后又看这些软件。怎么练习氛围啊？学习场景怎么起步？先说氛围吧。氛围的话，其实简单的，多看电影，就是说你电影看看多一点，看到好的。比方说你看《冰火》，你看《霍比特》，看那个《指环王》啊什么的。然后你从里边截一点图，电影里边的氛围都是很棒的。你从里边多截一点图，然后说你可能照着画一下，研究一下它这个冷暖变化，它这个色彩关系啊，包括它里边那些非常非常牛逼的设计，我觉得这个是练氛围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说，你学完以后，然后你比如临摹一遍，然后你接着自己创作一张，对吧？和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一样。就是说，你把那些东西记下来，把那一套颜色、那个设计啊，你记下来。你这样的话，那个氛围啊，就肯定会好。然后说场景，画场景怎么起步？画场景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得把每一步都做到位了。比如说一开始的话，你可能得，对吧？这个跟我刚才一样，你得先把这个透视什么的，然后构图什么的这些东西去解决了。所以说花一些时间啊，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一边研究的话，可能会有点枯燥，因为你刚开始画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很难一步到位嘛，你很难就是说画出来的效果让自己很满意，然后这时候你也别太郁闷，然后说你研究这些方法的同时呢，就放平心态，自由一点，就随便画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别说的太紧，就是什么都画一点，然后就是时间长了，
练的多了，然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因为场景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画画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事。你如果不画个十年八年的，你都不敢出去说自己是个画画的，是吧？画电影啊，就是设计为主，然后把颜色别太花俏了，颜色你尽量把它稍微压灰一点。我们做游戏的话，可能是要求那个颜色鲜亮一点，对吧？这样大家看起来不会视觉疲劳。你看这种灰乎乎的，肯定时间长了受不了。因为我之前也做过游戏，做的还是 Q 版。到时候如果你拿这个游戏的作品去投电影，对吧？然后美术指导一看就会很无语，一看那个游戏的颜色，它都不真实嘛，纯度都比较高，拿来投电影的话肯定就不太合适。所以说，如果想做概念的话，你一开始就往写实的方向去做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设计，对吧？设计的话，可能游戏会，可以更加夸张一点。但是说电影的话，是保证你真实的基础上去夸张。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比游戏更夸张。电影的话，其实现在的在中国啊，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发展趋势也是比较好的，每年都有很多人进咱们这个电影圈，就说这做电影美术这一块，是吧？很多人都进了，所以这样的话，它现在依然是一个供不应求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可能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成为一个牛逼的概念设计师，你得花一段时间，对吧？这两年市场不错，然后整个薪资待遇的话，可能影视也是会比游戏啊稍微高一点，就刚入门的话。我见过最低的可能都有七八千吧，一般都得一万起，可能就是你入这个行就是开始就是一万起。然后他的工作性质的话，其实就是跟组啊，然后其实如果你做概念的话，你可能去现场会稍微少一点，所以说可能在办公室待的时间会多一点，因为这个工作啊在办公室就能完成。当然啊，美术也分很多种，这个是概念设计，对吧？概念设计的话大部分是前期美术，就说你这个电影还没拍什么的，然后他就有
成立美术组，就先把这个要拍的这些东西啊给它设计好。然后到了中期呢，有冰景啊、置景啊、道具啊什么的进来以后，包括开拍了以后啊，可能就要有现场美术啊、执行美术什么。如果有同学喜欢看明星什么的话，就可以去考虑这些职位，也是比较有意思。当然现场的话，他可能工作压力还是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说可能因为你拍摄他那个时间段有时候不一定是吧，有时候可能会到很晚，然后啊也休息时间会相对来说少一点。一般概念的话，像现在还是说我待过大部分组吧，还是说都有单休，一周还是休一天。其实一周休一天也已经觉得可以。因为正常公司的话也免不了会有加班什么这种情况，对吧？义务加班，对吧？而且吧，就是说剧组他可能给人的感觉更加自由一点。就比较好玩一点。跟你平时在公司上班什么的可能不太一样那种感觉。反正我是可能跟剧组时间长了以后，我都一般我可能去回公司啊什么的事情，我都会感觉有点吃不消，肯定的。所以说，向往自由的同学们也可以考虑影视这个行业。向往免费去全国各处旅游的同学也可以考虑影视的行业。当然了，大部分都是在北京。然后咱们做美术这行最主要的吧，我觉得还是说把你这个审美啊给提高了。不管你是做游戏啊，怎么把自己审美提高了，你的图你的作品肯定最后出来效果是会比较不错的。先把眼睛练上去，不要怕眼高手低，眼光先。眼光先放高一点，多看点好的东西。然后吧，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可能，建议大家呀，没事也可以研究研究这个三维软件。这个借助三维的话，可能
你放东西会更加方便一点。哪怕你不用它呢，你就用它在里边打个透视是吧？搭一个透视，可以学一个叫那个 SketchUp 的一个软件。我也不是太熟练，但是说你搭个透视啊，搭个大概的这个形体，这个还是可以。啊，然后这个其实挺方便的，就是说你画了以后，比如说透视出问题了，你就可以放到软件里面去。校对一下、看看这边这个透视啊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可能比你自己干想、拿尺子量是吧，可能要比那样会更加效率一点。然后剧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每年给自己放几个月的假呀，你比如跟完一个戏对吧，累得够呛，所以你就可以自己那段时间不再找活，然后在家休息呗，你歇多长时间都自己把控。当然我的话是歇了一个月，已经快要无聊死了。有的人可能能接的时间长一点。那样也挺好的，因为我总觉得这过年什么的对吧，这么几天七天我感觉根本都不够我玩的。然后一直画画的话可能这个体力什么的也会出点问题。时间长了，肯定是需要时间啊，去自己把控一下，然后你比如放个假在家休一个月，你就可以天天出去打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或者出去旅游啊，带女朋友出去旅游都可以，这样子你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因为你做电影的话收入肯定也不高，但是也够你生活对吧，所以你也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这不就是咱们艺术家们的理想生活。然后我现在是卡一卡这些东西的暗部，我是拿这个炭笔，拿了一个炭笔，就这种。该扣的地方扣一个。画场景的同学别太着急。也别太害怕，你方法得当的话进步会很快。
什么软件啊 ？SketchUp。哎，这儿有同学帮我写了007，这个钱放的帮我写了。提升基本功及造型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临摹吗？不一定啊，也有很多教程啊，对吧？那就比如说你学人体啊什么，你得去看看伯里曼啊什么的，对吧？有很多教程，然后可以看别人的方法。然后说临摹的话其实也可以的话，但是说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学场景的话，临摹的比较少一点，就是说可能一共也没临过几张吧。我的话喜欢就是说看着照片啊，然后改一改，对吧？然后创作一下，可能提炼它中间的一些元素。你比如说看到它这个图片的颜色好，你可以借套用一下它这个颜色。你看到它这个造型，比如说看到它这里边这个建筑的房子造型挺好看，对吧？你就可以用一下它这个局部这些造型，就是自己再去重新进行整合，进行创作，这样也挺好。然后说学颜色的话，其实可以找一点古典油画呀，找一点古典油画是比较好的，因为它那个颜色其实也是那些大师啊，经过提炼的，就是说公认的是看着舒服的颜色，那你就可以去学习一下，包括它这个光影对比啊，然后它那个那些冷暖变化什么，场景里人物真是特别画不好看。是的，林作男，人物真是不好看，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上那个，或者你买的那种有那种小人偶是吧？包括那个有的素体，就是说冰人什么的，有一些素体。然后就是把它脱光了，你就能随便摆它的姿势，你就能大概的看到它这个姿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就照着画的给它加一，或者你百度啊，人物素材图，对吧？当然我就推荐大家百度，推荐大家用谷歌，然后你说这个人物素材图也会出来一些人物的剪影啊什么的，从那里面挑一个。缩小缩放大小放底，这个是那个中括号那个键，中括号大括号那个键摁一下，然后左边那个括号是缩小，右边是放大。临摹哪些场景好一点？临摹啥样的都可以啊，临摹那种前景、中景、远景三个景别层次拉的比较开，你可以临摹那种图。就是说你画大场景的话，肯定是咱们这个场景里边最难的，你就从最难的入手呗，你就看看那个山啊什么的，自己想办法去概括它，包括它这个物体之间的关系什么的。哎，画画还是得安静，不要像我这样一边说着话，然后一边画，对吧？但我的话，今天也是主要给大家聊聊，对吧？聊聊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有关咱们这个画画的，包括我这个影视概念这个职业的一些事儿，都给大家聊一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影剧组的话呢，它也是有一部分周期比较短，就是说可能三个月啊，或者两个月啊，对吧？所以说你一年的话可以
做三个 T 到四个 T， 如果你都是这种短的组的话，去参与很多的电影项目。当然，如果说是类似于山打呀什么，盗墓笔记啊那种，对吧？鬼吹灯那种，可能那个周期上会长一点。因为它里边那些设计肯定是要做的相对来说充分一点，然后说整个世界观也是比较庞大的，然后这时候就需要时间也会长，可能得一年半年，对吧？最少也得半年吧，然后再长一点可能就一年半都有。其实我觉得这种长一点的是挺好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最后出来这个画面肯定也好。你看《指环王》，对吧？你看看人家老外欧美的那些片，他每一个不得做个四五年，是吧？然后他前期设计肯定花的时间也很长。你像《指环王》的话，可能设计就得设计三四年，找了艾伦里啊什么的一帮牛逼的插画师。我们国内的话可能一年多啊已经算很好了，已经算很良心了。这就是差距，归根结底。所以说可能你在国内的话，现在大家都看重什么？看重什么 IP， 热门 IP， 对吧？然后情怀类似于那个美人鱼，对吧？情怀大家可能都太看重这个。所以说他那个制作你要说有多牛逼吗？也没多牛逼啊，他一样疯狂赚钱，是不是？但是说这种趋势，他以后肯定是说大家看那么多好莱坞片，肯定是眼光也会越来越高，对吧？可能你有时候那个画面什么不太好，可能也就没人看了。所以那个时候吧，就咱们各个环节的要求啊，就会变得更加严格。当然说，中国电影在画面上已经进步了很多了，就这些年。你就讲我是应该做了也有三年多了吧，然后我刚第一个项目是做的大闹天宫的话，那时候咱们那个魔幻片的业界标杆应该是画皮，对吧？画皮二，就那个特效你放到现在来看其实也不算太好了，因为现在国内的特效又进步了，像鬼吹灯啊包括山打什么的，对吧？那些特效画面啊其实还是可以的，做的还是挺良心。绝技的话我不知道最后出来会什么样，不过应该也还可以，应该也还可以，是那个袁立他那个制作，所以说做《斗战神》宣传片的那个公司，他们来进行的一系列的制作。
抱几个小梨吧。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咱们中国电影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咱们这个视效啊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高度。电影剧总在几天出一张基本图，电影剧组啊一天可能就要出一张，然后有时候一天要出两张，所以说嘛，就是说你如果纯画你能达到他的要求，所以说大家平时也要学学像琼帕克什么对这些新晋大神对吧，他们的一些方法，人家是怎么创作的呢，不是纯编的，一开始找好参考，找好一张让他感兴趣的图啊，然后也是提炼当中的一部分，提炼好了以后把那一部分放到自己的画面里，然后配合他去改他周围的环境，改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环境，加上自己想要的那些人物啊对吧，然后那些故事性啊什么自己加上去，然后最后出来的图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他就是用了挺多的素材，还有很多的笔刷，他也挺擅长用笔刷的。那你要说这些牛逼的设计师，当然得提 Ren Charge 是吧？ Ren Charge 是工业光魔的概念总监。你看他的画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他基本上都不怎么画，全是三维的笔子或者是直接用照片拼的。拼出来的画面你查一查阿凡达的概念图什么的，里面有挺多都是他做的。有的人看不上贴照片什么的，尤其在国内，我是感觉这个想法是有问题。你贴照片其实都是为了服务画面，你这个整体画面都是需要你自己去调度的，整个画面最后出来的效果也是你这个作者去控制的，就是说。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说贴照片简单，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能贴出来的，其实也挺难，包括它那个色调啊什么，给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不要贴别人作品，不要贴别人画，贴别人画就不太好。Thank you.
所以说，如果有同学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培训。6个月的时间呢，应该是可以。帮你提升一下你这个场景的技能，对吧？如果画得好的话是进剧组是比较好推荐的，对不对？只要你有水平，不看你的经验啊，像有的招聘要什么5年以上经验，对吧？3年以上，这些剧组都不看。他们对你的作品，你作品好了，哪怕说你进，你说做那些大片是吧，也是有可能。比如我一开始第一部电影就是《大闹天宫》，第一部就是大制作，就是因为我当时那些作品还不错。用实力说话嘛，就是这样。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问啊。你们留下来的40多位同学，肯定都是真正支持我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也会详细的解答。你可以画两个，画个阿拉伯人在这边。因为我画人可能稍微有点水。那还没有看。这个人的话，一开始就也是简单的概括。穿了个小裙子，然后阿里巴巴一样。
身上背个小箩筐。不过我觉得在中东地区，是不是男的都不用干活，好像有点歧视女性，是吗？这边是不是只有女的会背个小箩筐呢？小伙子。对吧？一个小人，画电影就是你画一个单体，边上要加一个小人儿，所以说为了给你整个场景啊，做比例上的一个参考，所以他要拿着你这个去施工，他得知道哦，大概这个场景里这个人呢有多大，对吧？他得。心里有个数，他才可以去拿这个去置顶、去施工，对吧？去进行后期制作。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比例啊什么的，尽量的让它准一点。群号。然后，那你就稍等一下，好吧？再等10分钟，我看完以后会留一部分时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群号啊，那个微信二维码什么的。等我讲完这个课，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加一下。你说茂密树叶的树的话，其实本来我这个好像不太适合画树叶，不过。这都可以稍微画一下。稍等。我，对。保佑，这个可以。好的，你就不开那个视频号了。这个话也是你。你大概的，你去概括它这个形体是吧？像这种的树，它肯定不会太过于茂密。因为它的树枝比较稀嘛。它可能这个枝头上可能会有那么1两小撮那种树叶，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其实也就是，找一个合适的颜色概括亮部暗部，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添。其实没什么技巧的画树叶，其实最主要的呢，找对笔刷，找一个合适的笔刷。
啊，然后做这些轮廓，这些像树叶一样的这种轮廓形，然后说你这个颜色要选对，要根据你整个色调来。你比如像这种，像这种调子比较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灰的，然后说可能偏黄一点，对吧？然后你这个树叶啊什么的，你选择上就不可以让它太脆，你就让它尽量的偏那种偏黄一点，然后调子上你让它尽量的灰一点。然后远处的树的话，其实也都是概括。然后说还有一些树的一些笔刷，找一下，对吧？像这种远处的话，你把它画一个，它就是一棵树。当然这个树不合适，是吧？还有很多这样的笔刷，如果要画也可以，你找一个合适一点的。都是一点的笔，然后挑一个颜色，对吧？挑一个颜色，然后暗部什么的，暗部去概括一下。对吧？其实就是什么画，远处的话，它暗部会灰一点。最后吧，就是可以给它加一个光，加一个光，统一的光源，这个也是最初效果的一次。这个呢，咱们就需要把它先和一个尘，然后选这个颜色简单，颜色简单，然后挑一支喷枪。它一个稍微暖一点点的光，对吧？然后你看它这个亮部，你给它稍微扫一扫，它的光感就会非常强。你比方说，可能这儿有一道阳光打过来，正好打到这儿，对吧？你用这个办法做，它这个效果上会稍微自然一点，然后也更加的容易控制。当然就是说控制好这个度，别让它太过，一过的话就特别爆，所以说你也可以时不时的去调整一下这个透明度。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今天这个场景就大概先画到这儿。